大壮，刚才差点没打死我！哎，你们喊一嗓子不就得了吗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鬼子在外头怎么喊？哎，那外边有鬼子咋出去啊？有办法。 四处找掩护，准备伏击。老魏，把他们引进来。四周都是化学品，一会儿他们进来，给我狠狠的打，别给他们反击的机会，都瞄准点。 快！你惹麻烦了，阿不宽就是再笨身，也救不了你。这，快快快！赶紧下车，马上撤离。喂，豆子，快！安娜，安娜，我在这儿呢。听你的话，我这猫在这没动。好样的！进去，快开车。 炸药，咱们一出工厂就引爆炸药，帮助老范端掉工厂。事成之后，老范等人会掩护你出去，到约定地点跟我会合，一定要快。
我跟你说啊，这外边的空气太好了。哎呀，这平安附近在哪儿弄的？你认识这玩意儿？我问你在哪儿弄的？哎，小庄，说实话，哪儿来的？ 就实验室里，一个被鬼子做实验的大姐给我的。大姐。 大姐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大姐，不是，大姐，这东西到底给谁啊？不是，这急死我了！你说这事我要是办不成，这辈子我这良心都过不去啊！大姐，我得赶紧走了，以后逢年过节啊，我跟你收拾啊。 什么？天使！停车！大壮，怎么回事？文龙哥，大壮哥，哎，哥，救救大壮吧！啊，春妮还在里边，她回去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我真的是春妮嫂子，再磨叽人就没了。你跟上去。大壮哥对我有恩，我必须要去帮他。回来，小壮，看着他。看着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哎，等等。豆子，你们在这看着，我去。好，壮，上车。 别进去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，等着我。不行，小泉陷入的人是我，你们这样进去都危险，我愿意拿我的命去换。等等，你要跟着进去，大伙都得跟着你陪葬。待着，我不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带安娜离开。你怎么办？先保证安娜的安全，我把他们两个拉回来，我们在约定的地点汇合。快。